俺在这送粮食的，俺天天都来。今天你不行。为啥？不行就不行，你得回去。今天皇军不要粮食。奶奶的，谁让你打枪的？啊！我也就动过弹弓，没玩过枪。林军，福贵，冲进去！走，跟着我，绕着山沟跑。送菜那个农民把他的车扔在洞口自己跑了。哟西亚森，嗨，这就对了。你想想的一管调虎离山，我得相信他的已经进洞了。包括他们了，嗨，封锁所有洞口，别动队，出击。嗨，一人一把刀。进洞以后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许开枪。哎，确定就这洞口？没错，就是这儿。强子哥跟俺说的。好，赶着通话好洞。富贵打头阵，好，其他人跟着我。嗯，走。快！大哥，我得撒泡尿。事儿多，快点！大哥，之前让我撒泡尿，轻装上阵吗？快点！马上，马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站起来，站！全体注意，货物经过通道，任何情况下不许开枪。奶奶的够狠啊！我唱成这个吧。那边打起来了，他一个人能顶得住吗？强子，哎，你带个路队。没错，快点，只有咱们这儿响了，老胡才能安全。在，走吧。你想要的，向前站！哼哼，队长，前站队口二号洞这边，嘿，三号洞的集合，快运！嘿，you
Thank you.
也点不着。说什么？不知道，这炸药一直没用过。强子，别跑，快！强子。报效天皇的吗？李襄阳纠集的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，他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宗景君，你只要消灭了李襄阳，在我眼里，你依然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。看看吧，宗景君，这是即将运到的秘密武器，有了它，别说是一个李襄阳，就是十个李襄阳、一百个李襄阳，也通通的死了死了的。一次之哭就在明天。爸爸爸爸爸爸，魏安，你白长那么大个，你咋跟女人一样带女人一样的经验？咱算谈错人了啊。有啥？最恨别人说还像女人。坐中间那辆车，你看你腿肚子都成糠了，就差尿裤子了。说拉给你看，你崔富贵怎么先动手？队长怎么办？打！
长，又有鬼子来了！等会儿，去告诉老侯，拦住那辆车，车上有东西，一定要抢过来，快去！是，小郭，拦住以后，冲天发信号！好。大哥，奶奶的老二八子，我打狼你吃肉是吧？啊，大哥，兄弟不敢跟你讲，咱们二一天作物行不？老侯，老队长说车上的东西都得留下。人家也打了，咱总不能独占着吧？这是江湖上的规矩。侯哥，啊，车上的东西多。老二八子。这仗咋说，也是我们打的吧？你吃剩下的不冤吗？不，大哥，你是老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兄弟们，把这两箱搬走。是。大哥，你要是闷了，就到兄弟们那儿去，别跟着他们太累了。咱们啥呀？咱在这快活得很，带着弟兄们走吧。啊，告辞。啊。老老的，你把东西给他们了，队长骂咱咋办？他这里边装的啥呀？这事别说了啊！二位兄弟，按道上的规矩，每人先拿几样，谁先抢着算谁的。快、啊、快！大哥，保重啊！再见。不过这个也行。哎，这是吃的，吃的呀！我的妈了！
啥？我问老子，能吃不能喝，拿来干啥呀？老，啥？老，这是啥呀？奶奶的，这全是日本女人。富豹，喜欢不喜欢？等咱端了送你老窝，把那些日本女人都抓起来，瞅个表现好的，给你当媳妇行不行？啊，俺不要，这些女人都没俺家媳妇好看。真的，不知道装的啥。奶奶，你岂能找你啊？老了，忘了把信号了。快！别放，你看，好样，撤！よし、やんでて、休息。李小姐、今天一定得死了死了的。はい。明知道李克要有埋伏，还让我走那条路。やだけ川先生。行动，行动啊！我得不这样子的话，李先生的不出来。哼，你为了抓李烤窑，进我的实验品做诱饵。算算，人那个高先生，你得的东西，我得一定帮你找到。哦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那是我多少年的研究成果。嗯，它的威力非常的大。啊，哟西，你的东西。有我的两卡车手榴弹威力大吗？你在侮辱我！我研究的是细菌弹，手榴弹根本和它无法相比嘛！一旦把它打开，就会有数万人会死去啊！那你，那是我新研制的细菌，还有呢，笼子里的八只白鼠都是我用毒料慢慢的培育的嘛，可现在全都没有了。やだけ川先生、すまん、よろしいで、見つかる。找到，等你找到就完了。这个细菌弹一旦泄露，连我们都会很悲惨地死去。这怎么回事？来，你们三个出来，出来！来，把衣服脱了，脱衣服啊！脱！帽子摘，摘了。不是我的帽子，我能像他那么出去？哎，没啥啊，这是没啥。鞋子，我鞋子脱了。谁说我的？耶，奶奶的，你还藏一手你？行啊，啊，都可以，给自个儿藏这些东西都够本事的，啊？还有什么东西？没了吧？好像没。还有什么说？还有俩箱子。你咳嗽什么呀？还呛着呢。
呛的。什么香啊？颜色跟这个差不多，比这个大。放哪了？让那些土匪给分走了。那啥，那个老二八子带着队伍把那辆车给截下来，按江湖规矩，咱总不能让人家吃亏吧？他就拿了两箱子，其他咱都留了，是吧？嗯。谁让你给的？谁让你给他的？你这咋了？你咋了呀？你这是？队长，这不怨老头，都给我闭嘴！队长，到底咋回事啊？咋了？你们三个啊，睁开眼睛看。为了掩护你们，我们在前面差点没死了。你们三个倒好，给自个儿藏东西，忙着藏东西，还有脸说？小娘子，别放火啊！娘，你别管。还有，胡哥，雷怎么拉的？我，他说我像女人，我想立个功。你喝酒了？嗯，没喝多少。这时候你还喝酒？啥也别说了，我让他喝的。冯组长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武工队没你这个人，我这庙小装不下你。走。好。好，你别冲这兄弟发火，都是我的事儿。今儿老二八子还问我，在你这待的闷不闷？我舔着脸说，不闷，快活着。我这打自己嘴巴。李向阳，反正我在你这待腻了，从今往后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老侯，你别了！大路长边，各走一边。队长，你们俩老老实给我待着啊！这些东西没有命，谁都不许动。老二八子带着东西奔哪边去了？好像往山里跑了。你还成宝贝了是吧？喂，你干啥呀？队长不让放。奶奶，你就知道队长说啥你都听。我就放了，咋的？不让放，老子就放。活该耗子咬你。小郭，听咱一句话啊，别跟李向阳混了，他这人不仁义。跟大哥我走吧，啊。走啥呀走？队长让我看着这群耗子，现在全都跑了。我准挨骂里外不实。所以我让你跟我走嘛，跟我走就没这些事了嘛。啊，跟我走不走？不走。好，有一天你小子会后悔的啊。你干嘛去啊？我找老二八子把那箱子要回来。那铁罐里是什么？是细菌弹，柳川都快疯了，松简也吓得够呛。细菌的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细菌，柳川研制出了一种毒性非常大的东西，那两个铁罐如果打开，方圆几十里的人都得死。李队长，你一定要马上找到那两个铁罐，一旦泄露，那死的可不是几百人几千人。我得马上去找侯德章，只有他能找着老二八子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一群白色的耗子，你见着了吗？见着了，在我们那儿。一共有八只，也带有剧毒，一定要看好他们。这柳川就是一毒网，我马上回去。哎，千万小心，绝不能失手。上次小郭打你，他不了解情况。没事儿。
这上面有骨头啊，这就怕了。这他妈小日本这东西就是他娘的怪啊，把他叫开。哎，撬开没有啊？二哥，这铁皮太硬，撬不动。行了行了，那手榴弹把它炸开。哎，来，来，去。哎，等等。北军的时候，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标志。咱们的弹药库，还有不让去的地方，都有这种骨头。哦，对对对，好像是。对，你说小日本把它当成宝贝，这玩意儿一定是好东西。咱把它留着，等哪天还能换点什么东西。哎。谁呀？啊，大佐。木兰老师，太郎，お願い。为什么呀，大佐？木兰老师，我的最有用的，我的后悔的，不行不行的，木兰老师，我们的可能不会再见面了。大佐，给你们开心。哎哎，大佐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亚大哥，高三三，求你出之我，我得迷失了你身上的工作，我得愧对我的士兵，愧对他的。哎呀，太子，你丢细菌弹的事，我是不会向总部汇报的。只要你在军部了解情况之前，也把丢失的细菌弹抢回来，然后。再把抢细菌弹的人统统给杀掉，就万无一失了。请请。亚大哥，给我站站！太子，哎，快请请请请请，快，太子，飞，我得一定帮他，亚大哥，给我站站。细菌弹的只丢了一天，不会出这个范围。我得一定把细菌给你抢回来，否则我得死的不明言。啊，在在。哎呀，小杨子，你可回来了。娘，这咋了？谁病了？这小郭啊，又拖又拉的，从昨晚上就发开烧了。哎呀，可能是受风了，你快看看去。快去看看去吧。小郭，你咋了？队长啊，别起来，躺下。我难受，浑身。哎，这咋都黄汤了？你吃啥了你？啊？队长，我老胡他走了。你好好歇着，别想那么多了。那些耗子呢？没了，昨晚就没了。这耗子咋搞啊？队长，那些耗子它咬我手，我一着急就全放跑了。
全体集合。同志们，今天被放走的那八只白耗子是鬼子研究细菌武器用的，身上都有剧毒，现在小郭已经被咬伤了，不能让他再祸害老百姓，必须一只不剩的给找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马上行动。是。带毒。我们来快找一下去。对，哎，好，你哪回来了？我们瞧着老二八去了，想让队长说一声再走。咱不是不刺耳别的人啊。队长，这是村里吗？嗯。哎，你们折腾啥呢？队长说啊，那箱子里八只白老鼠带毒，让咱不许开枪，一只一只打死。耗子带毒？啊，带啥毒？带啥毒？咱也不清楚，反正跟那个。鬼子那个什么菌有关系，小郭给咬伤了啊，现在还在里面趴着呢。啥？郭儿，郭儿，郭儿，老老子，你回来了。你这咋了？咋了这是？啊？没事儿。老侯，啊，你别走，大家都想你呢。郭儿，哎呀，咱是闯下祸的人了，不是咱说走就走、说溜就溜的。老侯，啊，我没跟队长说是你放的耗子，我说都是我放的，你别说漏嘴了。郭儿，郭儿，这满山遍野的逮耗子是吧？郭儿，你放心，哥一定把这些毒耗子逮给逮着，一个个杀了他们，给你报仇。你先歇着啊。往哪儿跑？奶奶的，这白的回来了，野的也跟着回来了啊！老侯，嗯，你搁多少香油啊？闻着我都想吃，瞧他们吃的香。那你跟着吃吧。他奶奶，这白的跟黑的混在一起，还真不好数了。一个白的，两个白的，三个白的。天才啊，老侯！哎，我说到哪儿了？你给我说乱了。你听我说，专属白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个。真是七个？七个。奶奶还差一只。还有一只已经被我打死了，在院里。富贵，嘿，把他们拿出去烧了。好，烧成的灰也得深埋。好。你咋又回来了？耗子是咱放的，小郭被咬伤也是咱的错。事情咋成这样了？侯组长，郭小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老二八在哪儿？不知道，我找了半天也没找着。我告诉你，老二八子他们抢的那些铁罐子里边装着都是细菌，只要撬开露出一点来，附近村子的人都得死。啊，有这么厉害啊？你好好想想，他们平时在哪一带活动？必须在他们撬开那铁罐子之前找到他们。好好好，他们应该经常在西边的山里活动，还有八方镇、西夏村一带。
哎，小赵，把马牵来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你别去了啊，小郭还得人照顾呢。老侯，昨天骂你的话有点狠，别往心里去。是咱不好，你骂的对。我这心里也挺难受的，我咋一到你队伍里竟给你添乱呢？因为你顶多算是个草莽英雄，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战士。啥？我也当兵这么多年了，好歹在东北军也是个排长，我不算合格战士？在我们队伍里，一个合格的战士是要服从纪律。一个人打架靠的是本事，一群人打仗靠的是纪律。要所有人都像你这样，我们早就被鬼子打垮了。我的首长老跟我说，铁的纪律，为啥是铁？你好好想想。铁。郭二。好啊。啊。给他回药吧。我来，我来。来。郭二。来。吃药啊。郭二。吃着，自己就好了啊。郭二。郭二，张能张嘴吧，郭二。张嘴。郭二。张嘴啊。郭二。快。奶奶的，这毒耗咋这么大的毒性啊？郭儿，郭儿，小郭儿，郭儿，孩子，你能睁开眼说句话吧？啊，郭儿，你别吓唬咱成吗？咱老侯以后不欺负你了，行吗？你睁开眼行吗？奶奶的，咱老侯一辈子没欺负过人，没对不起过人。姑儿，咱对不起你啊，姑儿，姑儿。三哥，老三，大哥，老三，老乡，看着那一队扛着枪的人往哪边去了？在那面。是。我的枪毙了你！再派人，方圆50里内第一点去搜索。太子。已经过了一天了，细菌丹地还是没有找到。再这样拖下去，迟早会泄露嘛。还有我培育的八只白鼠，一定会出来伤人的。亚当哥哥，王三三，如果有人的中毒了，怎么办？哦，那一定是生还不如死，除了吃我的解药，否则其他的什么也不行的。亚当，亚当，三总。去县城的医院，给我控制去！嘿，哦哦，你认为他们会自投罗网？哎，李小呀，我得了解的，不行不行的，他的绝对不会让他的战友痛苦的死去。哦，所以你要在医院加派人手。这个在中国的就叫做守住。歹徒，猪，小猪，猪小，木兰老师真是好手艺，每次做的菜都不一样，但是都特别的好吃。渡边队长夸奖了。哎，木兰老师真的喝不了，喝多了。那您就再吃点。哎，木兰老师，哎，不吃了。哎，穆老师，我有一个中国的成语，要向你请教。啊，您说。是大佐让我仔细地琢磨的，说这几天一定会能用得上。可是我想过来，想过去，怎么的也想不明白。那是什么成语呀？
小郭，小郭，谁进？快谁进？小郭，怎么了？小郭，郭儿，你看怎么了这？哎，老侯，你干啥？哎，富贵，备车。哎，老侯，你要去哪儿？备车。你们看，小郭都这样了，再不治人就没了。我带他到城里去看病，不成，就要等队长回来再定。奶奶，等队长回来，人就没了。这个事儿我做主，要杀要剐，随着李向阳那边，让开。哎呀，现在鬼子丢了东西，查得正紧，你进城不是送死去吗？那就眼睁睁地看着小郭死，是吧？你们怕死不救，我不怕死。你别说松井的县城了，就是衙门的地府，老子也敢闯。让开，备车，富贵。老侯，老侯，郭儿，坚持住啊！哥马上带你到城里去看病啊！坚持住。几位兄弟，咱老侯不是东西，老是连累大伙。这回我要不把小郭救活了，我也没脸回来了。老侯，你非要进城，我们都跟去。别，弟兄们，别。兄弟们的情谊，咱老侯心领了。咱知道你们个个都是英雄，都比咱老侯强。可那么多人进城，反而更不方便了。就让富贵帮我赶车就行了啊！我还去啊！老侯，你就听我一句话，还是等队长回来再说吧。人命关天，命不等人了。等队长回来，好好跟他说，就说我老侯最后一次不听他命令了。拜托，富贵。走，我肚子疼，我奶奶又跑拉稀，找踹啊你！好，快了，叫兄弟们回吧，叫。杨先生，木兰老师，这是干嘛呀？这么多人干嘛？都是城里的医生，土医生、杨医生全给带来了。哦，那这干嘛呀？不能说，不让打听。哎呦，你看真不巧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正好还要去看病呢。你哪儿不舒服？哦，没什么，我招了点风寒，想找个医生瞧瞧。那您现在只能去城关医院了，现在只有那儿的医院大门是开着的。哦，好，谢谢您。哎，那我去了。哎。这不县医院吗？这个，快！叫！吁，快过来帮忙！哎呀，小心点啊，在门口等着。好，小心啊！差不多，狗日的小日本他妈够狠的啊！什么东西那么毒，老三就被耗子咬了一口，就成这样了。你把那些箱子放哪儿了？三号，大哥，老三撑不住了，我先进去了啊。行。你们都别进，在外面等着。老三，在外面待着。老三。进去一个人行不？Thank you.
风姐，咱找乔叔来了。咱们不成就拼了。哥，咋办？没事了。带富贵来了，奶奶，我把他给落在门口了。先走啊！哎哎哎哎！哎，不要放！看病了，看病了，跑，快点跑！行不行？不用太轻太轻。我肚子疼，心难受，我还有脚气，我肺痨，我来看病的。我严总，不用，我看病的。我马。老婆，你赶快想办法出城，想办法抢，我得留在城里想办法。夏阳兄弟，我对不住你，
现在不说这个。不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军车没炸着，是我的责任。药罐子丢了，是我让老二八的拿走的。然后是小郭被耗子咬，现在富贵也没了，这全都怪我。老侯，这些我也有责任。队长，我侯德章不是个东西，我连累大伙了。你先出城吧，啊！你干啥？我留下来陪小郭，想办法找到富贵。如果他们俩活不成了，我也没脸活了。老侯，想想兄弟，我想明白了，你说的对。一个人打架是使蛮力，打仗是靠配合，是靠纪律。如果这回我能带着俩兄弟活着出去，我一定听你的。我相信你，可你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儿。啥？你必须尽快找到老二八子和你那帮兄弟，说服他们把铁罐交出来。那这帮人平时也惯了，只有你的话，他们可能还会听。那小关跟富贵呢？这儿有我呢。老侯，你记着，你那事儿更重要，关系到方圆几十里老百姓的死活。还有，一定要抓紧，老三被宋锦抓了，没准他会吐口。你快去。老侯，如果富贵、小郭，我们这几个兄弟还能活着聚在一起，要抱成团打鬼子。快去。尸体焚烧掉，要深埋。哎，啊！八哥，困死，不要了！雷心呀，我看你出不出来。看准他们的位置，待会儿用得上。把烟儿点了。不好，他没跑。好。老二八子，带你人跟我从这儿冲。老二八子，请李家园子。信往一块使，奶奶的嘛，不争气的东西。老罗啊，带龙先生，不要走，一块走。走。Thank you.
我们被匪徒包围了，跟上。怎么办？不能让鬼子拿着东西。跳！夏阳兄弟，我来了！夏阳兄弟，夏阳，夏阳兄弟，夏阳兄弟啊！夏阳兄弟，奶奶的，松开，让咱跳下去，要不毙了咱！松开，夏阳兄弟啊！松开，让咱跳下去，奶奶的，松开！一身左玉盾，忠心为天皇，终于可以回到华北主战场了。哦，你的大日本帝国最聪明的武士，嗨啊啊！三个人，嘿，走！哎呀，这位兄弟，外面咋了？你给我少打听！哎，我你都不认识了？上回你在我怀里乖乖的，我还给你的弟兄们上过政治课，讲过国际形势呢。去！谁跟你认识啊？弟兄们，皇军都去追李向阳了，而且今天李向阳肯定跑不了。你们。老实点，老天有眼，李向阳还活着，李向阳还活着，苏兄弟，李向阳还活着，啥？李向阳还活着，真的？真的？大哥，大哥，那李向阳咋就不救咱呢？咱肯定有救了，肯定有救了。啊，热，我热。小北，小北，小北，我热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我觉着应该是好了，身体发热，说明这药起作用了。鬼子，鬼子，鬼子，鬼子！小北，别怕。小北，大哥。你没事，小北，醒了，没事，我没事，小北，我喝水，水，水，水。